咿儿哟，啊咿儿咿儿哟，赶路的。嗯，嘿，嘿，嗯，你是哪儿来的？嗯，大王叫我去了那水山。啊，遵命。那山守我北山。你现在都有腰牌，你的腰牌那把剑上剑上，大王希望我为公正，原是当官，刚才都有个罪，每日做个五两银子，五两银子。你们要在南山北岭东坡西路要仔细的巡查，发现那几个小钻房马上捉住，本王我重重有赏。东东东东东边从牛大柱对街东边真的，我是大王，大王就是我。哎呀，成大王了！没有人，东门的金屋。是啊。山外巨木，脚踢一把丈夫，臣居在北东西。他叫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你在哪儿遇到的？小的正在巡山，在那山涧水边石头崖子上看见他正在磨杠子呢。杠子？什么杠子？是一根棒子，少说也有七八丈长的，还一边磨还一边念叨呢。念叨什么？不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的呀。